内地谢瑞麟吊嘴吴竹清，就好似佢送俾我嘅谢瑞麟珠宝钻石咁，永远都咁有价值。成成同杨彩妮当年就系靠一条谢瑞麟金链定情，而香港嘅珠宝店亦纷纷搏上吸金。但广州市工商局前日公布贵金属抽检报告，当地谢瑞麟推出嘅18K金镶钻石吊嘴竟然纯度唔合格啊！谢瑞麟即时澄清同香港无关，有关嘅金饰被省级单位评为成色不足，有需要亦都可以帮客人复检金饰噶。我尝试去想象将会踏上嘅旅程。金至尊嘅18K金翡翠吊坠都唔合格，但强调喺内地买嘅产品都经过国家检测。当局已经叫店铺将唔合格嘅产品下架，又提醒消费者买首饰嘅时候要睇清楚合格证，核实首饰嘅重量。